多年噶啦。咁啊，終於咧呢個願望咧係已經達成咗。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，港專一直都為香港社會培育人才、輸送人才。我們是很有信心，這個新校舍將為本校的高等教育的全日制學生提供更加完善、更加理想的學習環境。包括新校园受栽培的所有的各位同学，珍惜学校为大家提供的机会，找紧你们自己相信可以胜出的课程和追求，将自己的最好去豁出去，最终的收获呢会超越你们的想象。好像黄仁龙司长刚刚说，豁出自己最好的来到力争上游，来到是不畏强敌，是奮力爭勝，這個才是香港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。我希望我們所有的校長、老師、同學善用這個校舍，就各樣的措施提升我們學習的效能，培養這個專業的發展，為香港的社會和國家未來是作出貢獻的。港專賽馬會馬鞍山校園正式揭幕，歡迎大家，让我们继续努力，共创美好前路。祝贺港专展翅高飞，飞跃千里，耶、Thank you.